大家好，我是苏小燕，又和大家见面了。昨天呢，不是和同事去吃那个麻辣烫嘛，觉得味道还蛮好的，然后还没有吃够，今天又在他们家点了这份外卖，到了。他们家那个口味的话比较适合我，反正在空调房里嘛，吃个麻辣烫也比较还是比较爽。说出来你们怕是不会相信，但是这个商家我也不知道，其实他做这个新的活动已经有一阵子了，不然这个外卖为什么一直都这么便宜，在店里的话都要吃15块，外卖果然不挣钱，吃了我先吃了，吃完下去跑步，我就把钱继续去上班后看。特别喜欢吃这个蟹排，他给的分量蛮足的，这么多。夏天嘛，虽然说这个麻辣烫不上火，但是可以吃饭时吃，反正我就在那放了一点点吧，还可以。每天因为在店里吃嘛，那个辣椒还挺强的。我先吃了，吃完的话待会下去洗手消化一下。这会儿呢，我先来散散步。快走到了这个旁边的金堂大鱼，因为今天还是买2块的，来走走，消化一下。被送好。